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个六风四臂如何将脚底的力量传达到手掌上。首先呢，我们从下往上进行一个分析。咱们在做六风四臂时，双脚处于右斜前方，双脚平行，左脚脚尖位于右脚足弓处。此时你的双脚形成平行之后，这样自然形成了一个蹬地支撑的一种力量。通过我们的松胯下沉，腰胯的一个松转，将你的身体微微向右偏转，在下沉的同时，两手臂形成一个咱们太极拳经常所说的发七留三的一种弧形弧线，将你的力量自然外撑，撑在你的手掌之上。那么如何让我们的脚蹬的力量达到你的手掌上呢？那就把重点放在咱们的左脚的虚部上。咱们大多在练习太极拳时做六风四臂，所有的重心都会放在右脚的支撑腿，此时你身上只具备了一个下沉的力量，而缺少了一个左腿的点脚蹬劲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需要逐渐的去改变自己腿上受力的一种情况。我们想要让蹬劲传达到自己的手掌上，那么我们一定是要让你的屈脚产生一种向前向上的蹬劲，通过左脚的虚部点地产生的向前向上的蹬劲来传达到你的胸背，然后通过你的肩膀手肘达到你的手掌掌心上。好，比方说我们做六风四臂，按掌向下沉时，如果左脚完全不受力，那么你只有一个下沉劲，但当我们的左脚匀一部分两分到三分的力量时，产生了一种三七重心的分布，那么我们的左腿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蹬上这个力量，从而将这个力量传达到你的腰脊、胸以及手掌上。在下沉的过程当中，左脚不要放松，继续保持它的一个点脚蹬地的力量，那么这时你的双手按掌自然放松，就可以传达到脚上和手上两者之间，同时一气呵成沉下来，这样你就可以找到六风四臂手掌上如何传达到了一个蹬劲。盛世太极陪你一起练太极，记得点击关注哦。